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篇啊，理片于所有一切事，是不是都有了啊？则是全片一一事。当我们知道这一个电，只要你是电器，只要碰着这个电了，它就可以做，它就可以生出来。它呢，这一个电不是说我分一点电给你，分一点电给这个冷气，分一点电给谁，不是的。理也是这样的，理它全片一切事，因为它全片一切事，它也全片每一件一件一件的事，全片一一的事，而不是分片。不是说哦，你这么多事啊，我给你一点，这我给你一点。假设你分片的话，它会分完的，它分不完的。为什么呢？因为理不可分。理虽然不可分，但是事有分别。你电炉是热的，冷气电冰箱是冷的，这个有分别，冷跟热有分别。所以理是不可分的，但是事可是有分别的。那么你假设拿理来看事的话，虽然事虽然有分别，可是理性没有二。冷气、冰箱跟电炉两个是极端的，绝对有分别，但是他们所用的电本身没有分别。所以事虽然有分别，理性没有两样。这是拿理来看事的话，以事约理呢，来就这些各种不同的东西来看理的话呢，理虽然没有两个，只有一个，但是并不碍妨碍事项各个不同。所以理事是互相成就的，没有事显不出理，没有理不能成就事，所以全事才显出理来。我们冰箱冷的它也成，热气炉子插上它也成，弄一个电扇也成，扩音机它也成。所以所有的事都可以成，所以叫显理，也就是理是全的，所以它才能成事。否则的话一分它就不成了。所以理多事则理显而事隐。当我们知道有电的话，我们只知道有电，这样的话呢，我们忘记了事了，于是理显就事就隐去下来了。我们只知道哦有电，你就不会再注意是插冷气啊还是插暖炉啊，这些不注意，只问你有电没电。所以理显而事隐，这个就叫做一切即一。你不管是电炉也好，冷气机也好，一切一切好，这一切就是一个，所以我们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就是这样。事多理的话呢，当我们只注意这个电器了，这是电灯，我们应该怎么样给它安这个安那个，这是冷气，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呢，你这样的话事显了，于是理就引起来了。这个就说呢，就是说一就是一切。所以理事呢又相即又相非，理就是事，事就是理，但是理不是事，事不是理。因为没有理不能够成事，没有电什么电器都没有用处。事没有事的话，没有电器的话，你也显不出有电来，没有事不然。所以这样子的话是相即，理事必须相即。但是呢，
是是理是实实在在的，它永远在那儿。所以说实相，佛家提出一个实相来，实相它无相，哎，它无不相。所以这正说出来，电无相，但是所有电器没有一个不因为电而能够显出相来，所以理是实的，事是假的，因是实的，因为它实不是假，理因为理是实的而不是假的，所以它们相非。电是电，电器是电器，所以它们相即又相非。因为理不可分，所以它全片于各事，这个理你不能分它的，你不能说这个电，所以我分一点电给电灯，再分一点电给什么，它电给你的话整个给你，全都在那儿。所以理不可以分，所以全片于各事。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了以后，于是就知道就是那个纤尘呢所具的那个理都无不圆满具足，整个的理都在里面。所以为什么悟道的人说于一毫端现宝王刹，作微尘理转大法轮？为什么在一个毫端，一个毫毛的端端上，你可以现出佛土来？为什么？因为佛土里头的理跟这毫端的理是全理，所以你可以于一毫端现宝王刹，你可以做一个微尘理在那儿转大法轮说法，因为理是不可分的，它入了每一件事情，它全理都在那儿。但是离体无性，所以它才能随缘。事呢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它也没有体性。事没有体性，所以呢事也跟理一样的都是空的寂的。我们讲真空观就是讲这个东西，所以才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为什么？因为二者皆无性。所以诸位要解答，那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两个都是空的。是以事情虽然千差万别，万象纷然，同归一理，全是一理所出。理呢全片法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它。理全片法界，一尘也在法界中来，所以呢一尘也是原生的，也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它也没有本体，它所现的也是假象，它跟山河大地跟我们人一样的。所以在玄浮颂里头，情与无情共一体，处处皆同真法界。大家还啊，读顺的全部诵最要紧的啊。所以有情跟无情共是一体，为什么？因为全是无性，所以能够这样啊。无论这个事情千差万别，同归一理，而这理呢遍满全法界。一个尘，假设是它是因缘所生，它没有离体的话，它所现的都是假象，那么这个无体的假象呢也不妨害遍于十方的理呀、啊、
因为他跟你一样嘛，他无体，所以他无体也不妨碍他这个假象也骗于十方，所以十方的法界可以说全在一个微尘里。为什么十方法界在？因为法界身内真如环片外啊，情跟无情都共一体的话，处处都是真法界，一微尘也是法界，全法界也是法界，十方法界也是法界，所以才由这个杜顺和尚说都在一个微尘里头。所以在佛家里头常常举一个例子，我们须眉那芥子，须眉山那么高，芥子那么小，我们承认这个须眉可以纳芥子，但是芥子纳须眉我们就不能够想象，这一个芥子里头可以整个须眉山也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法界这个理这个东西，我们称它为法界，你把它放开的话它骗十方，你把它卷起来的话藏于密，密到你不可知，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触及。因为理无性，所以他才能随缘，他要有性就不成了。那么事呢是因缘生，所以也无性，理事都无性的话，所以你无所谓大，也无谓所谓小，你能说这个空大吗？你能够说这个空小吗？我们对于空，你不能说这个空好大，你不能说这个空好小，没有，我们说大说小，说方说圆，是你外头给它的界限，所以这一些说大说小，皆是假象，是我们人为的。这一些假象呢也都是假说，我们说哦这个空间好大呀，然后说哦这个空间好小啊，这些东西是我们人为了给它的限制，然后我们才说大说小，这一些是假象也是假说，所以大跟小都没有定性，全没有一定的定性。小没有定性的话，假设都没定性，所以小不爱大，因为它没定性嘛，它不妨碍大，大没有定性呢，所以不妨碍小。理全片一事，那么理是不非异，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因为理全片一事，说这个电灯所有的电都在里面，我们说这个冷气所有的电都在里面，这个理电没法分的。同样的说法界，法界的理也是怎么样，所以这一个这个理跟事没有不相同的，事有理成，事各有所事，而事非一，故此非一之理与非一之事互变而无碍，但是呢所有的事都有理而成的，所有的电器都由电而成的，但是呢这些事啊各有所事，该冷的冷，该热的热，该亮的亮，该动的动，各有所事，而事非一，但是呢这一些事啊没有一样相同的，万象纷然排列的在那儿，没有一个相同。既然都没有一个相同的话，所以这个非一之理，非一之理与非一之事，理跟事非一，但是事又都不相同，没有一样相同的，所以非一之理跟非一之事互相骗，互相融合，而一点妨碍都没有，所以这又是个理事无碍。事虽然是一个理所成的，但是并不会识掉每一件事的分别的假象，所以理不会坏事相的，
所以这才说啊，这个而今不在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东西了以后啊，我们知道所有的法界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就明白《法华经》这两句话怎么跟我们普通说世事无常，而是说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所以了解这个的话呢，那么他所以他才互遍而无碍，这样子的话，所以理不坏事相，我们也就知道真谛不坏俗谛。我们不必想着这个事情太俗了，这世间法呀我们不要了啊，我们都要求那个真的。所以刚才讲六祖坛经，大事涉俗，小事求真，欲求佛道洗离红尘呢、因为怎么样，因为你真谛不会把俗谛坏掉，也就这样的话，这个法是住在法位，是法界，但是世间相常住，只要因缘和合的话，这就出来了。所以能够知道这个以后，所以不二而二，理事啊本来是不二，因为都无性，但是事实上呢又是两个，因为怎么样了，理是实的，事是假的，理是只有一个，事实有很多很多，但是事呢是有理成的，这些所有的事啊都是理成就的，所以俗谛不坏真谛。我们贪嗔痴慢疑哪里来的，不是另外有个魔鬼耶给我们贪嗔痴慢疑，然后有一个神或者是佛告诉我们这个才真是不杀不盗不淫不酒，不是没两个，就是一个东西。知道这一些东西的话，俗谛不坏真谛，虽然电器千差万别，但是他用的电就是一个。我们这一些我们讲为识的时候，这一些51个心所，这些心所从哪里出来的，都是从哪一个心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俗谛不会坏真谛，所以你说这是两个呀，理跟事是两个，事实上它没不是两个，所以二而不二。色受想行识，这是组成我们的五蕴，这个都不同。色是色，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我们所感受的，我们所见到的，我们怎么接触的，这些东西都是意，但是空则是意，色受想行识全都是空的，五蕴本来空啊，四大原非我，五蕴本来空，那么它的空全是一个，所以我们说色即是空，所以并非异，因为都是空的嘛，所以没有什么不同。空即是色，故非异。这个空啊，因为它无性，因为它随缘，因为它随缘，所以它可以变成万象，它能够随缘变成万象，所以它不是一个。所以有电灯，有电线，有所有各种的不同的电器，它所变的。所以当空即是色的时候，所以它就又非一。哎，我们已经超过10分钟了啊！啊，非常非常绕啊！你们也都绕糊涂了吧？哦，空即是色，故非一，讲到这儿了，是不是？所以底下理是一，你这个弄好了啊，嗯哼。
只有这一个理，理就是这么一个。这一个呢，当昔理相全片一事时，不爱理性全片一切事。当这个理它全片一件东西的时候，一个事情的时候，绝不妨碍它，它可以还全片一切事。那么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头痛，痛的我呀，痛的不得了，这个痛啊是整个在痛，我的身体我的知觉感觉都痛，我突然腿又疼了，头疼的时候整个的疼，腿疼的时候也整个的痛，他痛的时候呢就完全都在那痛，不会说我这痛少一点那痛少一点，没有，当你感觉他痛知道他痛的时候全都痛，理跟事也就这个意思。当这一个电我们把冷气插销的时候，插进去的时候，它这个电整个的电都给这个冷气。当我们说我们现在要有个电风扇，我们再把电风扇的插头插进去的话，这个电不会说我太累了，我已经给了冷气了，我不能给电风扇了，没有，它也是全的都给这个电风扇。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他全片一件事情的时候，绝不妨碍他全片一切事。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知道头痛不爱其他各处的痛，知道头痛是完全知道，那么你知道其他痛呢也是全知。这一个比喻大家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他理片一切事，他是全力的片，全部搁在那儿，他再片并不妨碍他全片一切事，其他的一切事他也是全力的片，就跟我们知道痛，我们完全知道怎么痛，其他的地方痛呢，你说是不是这个痛的神经从这会儿走到那儿去这就不痛呢，并不是，你可以周身痛，好比说我们要得了风湿的话，骨节痛，每一个骨节都痛，而且痛的完全一样，而且你知道这会儿疼那会儿疼，所有各地疼你全都知道，你不会说只知道一样，它痛也不会说就痛到这一个地方，给这个痛轻一点给那个痛重一点，它是全部痛就一起痛，那么同样的跟电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随缘能成一事，这一个理这个本体只要它随缘它可以做成一件事情，所以这一件事情的话随缘呢也能够成一切事，只要他随缘他做这一件事他可以同时成就一切事情，要不然的话这个本体说我只能做这件事情，我现在太忙我站着手了，我们普通我们就两个手是吧，我一站着手我只能做这件事情，其他事情我不能做了，但是本体理不是的，他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也同时可以成就一切事，所以理这一个东西它片于一尘，它整个进入了一尘，但是理性不小，它就在这么一个小微尘里头，是不是理性就缩小了，并没有，那么一尘呢片全片理性，这一尘里头啊它是包含了所有的理性都全在它那儿，可以这一尘也不会说我这么多的理性所以我这个一尘膨大大的不可了，它还是一尘，都是一样的。那么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的以后啊，此皆由于众生对于理啊性啊尘啊相啊大呀小啊都执着一个定性的有，当我们一说有的话我们就有比较，这个比较呢我们说有，有了就有大有小，有宽有窄，有多有少，事实上呢啊，这个都是执着一个定性的有的方法。那么能够了解这个了以后，所以才生出种种的隔碍来，假如了知道理是无实性的理，这个理啊没有实性，它要有实性它不能随缘，
他要有实性，他自己就占满了，所以他是无实性的理。尘相呢是缘起的，他缘起他自己也没有性，所以也无性。这样子的话呢，两个都无性，理本身因为他能缘起，他自己必须无性。那么相呢是缘起的，所以他也无性，两个都无性。两个都无性呢，所以两个都是空的。不但万象是空的，理性也是空的，所以都是空的。所以空，所以才无碍啊。因为是空才，你不空的话就有障碍。你这个东西摆在这儿不空，它就有障碍。你不能再摆什么东西，我一碰它就碰着它了。所以了解这个的话，所以空才能无碍，因为空才能够周遍。你说这空在这儿，那么所有的地方，我们管这个地球上的空叫空，太空的空也是空啊。空是周遍一切的，当我们把这个障碍拿走了以后，没有不都是空的。所以空可以无障碍，空所以周遍，空可以相摄。怎么这样的话呢？所以空相也可以相即，因为它相摄，你过空到这个空没有问题，空进入那个空也没关系，这个空跟这个空交涉也可以交涉，空跟那一个地方，这个空就是那个空，也是这样，都是空的嘛。你都是空的话，所以它可以相涉，也可以相结。这样的空，我们就叫它是空，这才叫做空。所以不讲真空观，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啊，不能够了解理事无碍，一切都是随缘幻现。你我，男人女人，天地日月，一切万物，说实在都是随缘幻现。因为是随缘幻现，所以故小非定小，大非定大，小非定小，不一定小，所以一尘可以骗十方，所以你可以在一毫端骗宝王煞，你可以作为尘理转大法轮。那么大呢不一定大，所以十方呢可以就在微尘里，所以说芥子藏须眉，须眉山那么大，怎么一个芥子可以藏须眉呢？因为这一个大的须眉山的理性跟小的芥子的理性完全是一个。那么在这样的话，所以知道性跟相本来是空的，因为是空的，所以无大也无小。我们人看见大看小，皆是妄心骗计，加上一个骗子后的有个计字啊，骗计所致。我上回给诸位讲过了，我们的三性，提起三性，普通就说善恶无忌三性，但是呢真正我们谈三性的是谈骗计所致性、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这三样东西，这就是骗计所致性。若能了达一切万象无相，假设我们真正了完全明了万象无相，这些相啊全是无相，我们只有什么时候才见到呢？诸位，假设说真是打坐打到某一个程度，未入定之前，还没入修禅的时候，你自己会看不见自己。那么你在禅宗里说破初观的时候，那时候是山河粉碎，大地平沉，于是所有的幻象全都没有了。所以你真正悟到大彻大悟的时候，那真是翻天覆地的事情，哪是我们说现在哦我明白了。你是明白，我说这只叫一解心开，离悟差得太远太远了。这个大彻大悟的时候，那真是天翻地动，根本天地全都没有，那还是初禅呢，刚刚破，不是初禅，刚刚破初参呢，刚刚破初观。所以我们常常说不破初观不闭关呢，
不到重关不入山，你不破了出关千万不要闭关，现在闭关是闭的逍遥关，哪是那么闭关呢？不是的，真正说这个也闭关那也闭关，开玩笑了，真正闭关哪是那么闭法的呢？真是你完全破了初三，你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时候山河粉碎，大地平水，你进到关里的话，关也关不住你，你也不必出关。所以能够到这样子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看见大看见小看见万象，都是因为骗己所致。我们认为它大，我们就只以为大，我们认为它小骗计，然后我们就只以为小。若能了达一切万象无相，假设真正知道所有的万象全是幻象，这是在大彻大悟的时候，你是缘虑自息，烦恼不生。缘虑，我们这思虑都靠什么呀？都是攀缘呢。我们就是跟猴子攀树似的，从这个想那一个想那一个想那个想，跟猴子攀树一样。所以西游记里拿孙悟空代表心，所以给他起的名字叫做悟空啊。你要知道空心根本找不到，你找这心根本找不到，你这才知道真正缘虑自然就息了，我们这么攀缘的思虑自然就停止了。当你攀缘停止了以后，烦恼不生。我们烦恼哪里来的？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是由思虑而来的。我们这思虑干什么呢？不是想过去已经过去的生气伤心得意，要不然我就忧虑未来的。我们对当下这一个无念从来没人注意过。所以说你能够缘虑没有了，不再攀缘去想想那些不必要的想的话，你这时候烦恼不生。你这时候心跟性，心是本体所起的作用，跟你的本体完全清净。当你心性清净的时候，这就是菩提。诸位不是都要知道菩提吗？菩提，这就叫做菩提。你能够有了菩提，你再有情要度众生，你就是菩萨，就真正的菩萨了。所以我们看下一页，李氏相望，是不是这个？不是，周片含云观啊，是不是？大家有吧？李氏相望，是不是？心里还在讲这个什么呢？大家有吧？李氏相望，非一非一。殷先生有没有？啊，我们还在这讲李氏无碍啊。这一篇新的大家看到了吧？李氏相望，这看到了吧？李跟氏互相相望，就是互相对比的话，你看我我看你，这两个东西啊不是一个，但是也不是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李跟氏都没有自信。假设李要有自信，你就不能够随缘，而这个事呢都是因缘合合而成，所以也没有自信。所以这两个全都没有自信，所以它可以互相全收。所谓互相全收的话呢，就是说互相能够全收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两个都是依他起。理假设没有事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有理。当这个理有了事来帮他显出来的时候，这个整个的理完全进入这个事的中间。那么这个事呢也必须要全部接收这个理，否则的话呢这个事不能成为事。
所以我们还是拿电来打比方呢，最简单，是吧？你这一个电器跟电是互相全收的，因为它互相全收呢，电怎么知道它有电？电必须有这些电器，我们才知道它有，它是一他起，因为一他起，所以两个都一他起，所以它不坏本位。怎么叫不坏本位呢？就是说我只要有因缘和合，我就在。所以《法华经》说：“是法住法位啊，世间相常住。”因为我们常说世间相是虚妄的，世间相不停在变化，你怎么能够说这个法住的法位世间相常住呢？原来就是说，因为是依他起，所以他才不坏本位。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知道那一个很有名的那个节子，是不是？家住岷山东富东，西中日日有花红。啊，而今不在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不是说因为我不在那个地方了，这花就不红了，它还在那儿浮空。所以我还是我，我现在在另外的地方，但是那边的花红还照旧红。所以这样的话，于是就视入理而不大，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它是全理都在它那儿。假设不是全理，它不能变成这个事。它是这么样，但它不必大，所以一个微尘里头它包含全部的理，理入事而不小，这么样可以生万法的理，它进入那么一个小的事情，它不会说我缩小了，它也并没小。所以说非一者乃如幻之事相，非一者乃无性之理。为什么说它非一呢？因为理是直的，真有这么个理。事呢是随缘而起的幻象，是如幻的这个事项，所以他们这两个不是一个，理跟事不是一个。非义者呢是没有性的理，理是无性的，而幻象呢也无性，变换出来也无性，理性也无性，所以理跟事相忘。你说它非一也可以，你说它非义也可以。所以底下再说，理它是融合的，性是融合的，事虽多呀而无碍，你多少事情对它都没有妨碍，因为它全在内也全在外，它这一个插销，它就这么一根电线进来的，我们把它插多少东西插进去，你搁到冷的，搁到热的，搁到冻的，它全电都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它全在内也全在外，它全在内，它这一个电整个在电扇里头，好像这个电全在电扇里头，但是事实怎么样，它也全在冷气里头，它也全在电炉里头，所以它全在内也全在外。所以我们说这样叫理事无碍，因为理没有性，所以它能融。假设它有性的话，它不能融合了。我们个人假设我的个性很强，我不能跟大家伙融合，因为我的假设我这个性很弱的话，我同尘和光跟谁都能够融洽无间。假设我坚持己见，你不可能跟人融洽的。理呢根本就没有性，所以它能融，而事相呢都是假的，所以它无碍，都是假的。所以真正一个有神通的人，是不是我们这个墙挡着我们不能出去，但是真正有神通的人他就穿过去了，理事他没有障碍的。为什么？因为性空啊，事相皆假，所以没有碍的。这个无性的理跟假相的事原来就是一个，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理上出来的，所以没有没理的事，所以这样它能够这样圆满是一个，所以也无内也无外，也没有说有有无，这个分别全都没有。所以杜顺和尚的悬浮颂
头一个就问，世人遇事真空里，身内真如环片外啊。你这身内真如环片外的话，你这里头没有内没有外的分别，我里头的真如跟外头这些随便的任何的真如完全一样，所以全没有分别。因为理性啊，全体可以在一个微尘中，这一个理性在这一微尘里头它都有。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所以释迦牟尼说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你一个蚂蚁它的佛性一点都不短，那么你能够了解这个的话，理性全体都在一维中，但是也不妨碍理性全在一切的事中。它这个理性在一个电器里头，它是全部电都给了它，但是它还有啊，你另外你再拿那个插销的话，这个它又把全部都搁在冷气机里头，它全部搁在热电炉里头。所以不爱理性在一切之中，所以说它在内也就是在外。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么理性全体在一切事中呢，也不爱它在一微尘中。我们说这法界在哪里，这个法界遍满十方，真是横遍十方，数通三际，这么大的一个理，这个理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无所不摄，无所不入，它在一切事中，但是也不妨碍它在一微尘中。所以知道这样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在外就是在内，这一个无二的性全在一切事中。这一个无二的性，这一个性呢怎么样呢，它这一个电，好比我们拿电来说，电有两样吗？电没有，电就一样。但是电值是一样的话，它可以发冷发热发动发热，声音全在一切事中，所有的事全都是它一起发出来的，故在内亦在外。所以在内也就是在外，此无性之理是实。我们知道这一个理根本无性，你找不到它，这是个真实的，它无性。但是呢，一切相是假的，这一切相都会变，理永远不会变，它先天地而有，后天地灭了它还存在，永远在。当整个宇宙都钻到黑洞里头去了，它还在。所以这个理是实的，但是一切相是假的。所以你问什么叫内什么叫外，所以它也非内它也非外，它也非一它也非异，它也没有内它也没有外。所以知道这个的话，就上一次我在弘法班给你们讲的那个节子啊，这个里头谁会记得这节子吧，高伟杰还记不记得这节子，切记从他觅，虚心正是我，我今不是虚，只需这么会方是虚。哎，不错，高伟杰真是挺那什么，连这个节子都记了。这一个节子是人家悟道的节子，他说我们呢想要悟道最忌讳的，你向外头去找，切记从他觅，你越找越远，迢迢与我宿，越找越远。你怎么样呢？啊，我今独自往，我现在独自往，怎么独自往呢？我不攀缘，我不攀缘，不住色声香味诸法，我不住色声香味说法，我去处得逢去，我到处都是他，没有一个法界，没有一个微尘，没有一个大的，没有一个小的，没有一个过去现在未来不是他，处处皆是风景。虚心正是我，这些万事万法都是我来的，但是我不是他。他虚心正是我是非一，我今不是群是非一，就是在这儿。你只要能够这么会这么了解的话，方起心，于是你才真能够契合什么叫事如理如如如。这个如的呢，古说是江浙音，念鱼鱼，要不然的话不押韵的啊。所以底下
得一个空，于是一切皆空，所有的事项都空了。当所有的事项都空了以后，所以你不妨碍理性全显。只要你得到一个空，就知道什么都是空的。那么当所有的事项都空的话，你这个理性全都显了。这一个东西是当我们真正修行悟道了解到了那一个地方的话，所有的东西全都看到都知道都是幻象的时候，你到这时候啊，一念不生全体现呢。当你一念不生的时候，没有攀呀，这全体现，全体现什么现呢？理性全现。但是呢，六根才动被阴扎，你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只要有一根动，立刻阴就遮住了，你这什么都现不出来了。遮了什么呢？六根才动被阴遮呀，这个遮的念扎啊，都是押韵。为被什么扎住了呢？被六根的六尘的六事遮住了。所以了解这个了以后啊，我们就知道全在内也全在外，所有的一切事跟理全都没有妨碍。如此我们就了解了，知道了理跟事是相片的，理跟事是相，理跟事相是片满一切的。于是这个就叫做一即一切，这也就是一切即一，这我们常常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个一指的是理，一切指的是事相，而这一切的事相都由这一个理出来的，而这个一切的事相也就是一个理。所以理无性是一，它没有本性，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你说它是什么，不可形容，没有办法找到，不可描写，不可言说，甚至于不可思议。这样子的话呢，理性就是一个，所以无性它才能缘起，因为它只有一个，而且它没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性在里面，所以它才能够缘起。所以你什么来它什么弄，就好像我们这一个空房子，因为这个房子是空的，假设说是理性，所以它可以随缘，我们摆什么东西它就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怎么样做它它就做成什么东西，因为它是空，所以它无性，因为它无性它才可以随缘。假如它有性的话，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房子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了，拿它一点办法没有了，你就不能够随缘了。所以因为无性，所以才能够随缘。那么诸相呢是一切，我们指一切就是一切，因为它无性，所以它也随缘。这一些东西我们这一个人，说实在我们真正有自信吗？没有，我们随缘的。我们遇见好人我们就跟着好人走，我们遇见坏人交个坏朋友你就跟着坏朋友走，我们的好坏完全随着我们的心意转。所以我常说我们每一天都在六道轮回中，这一切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是在那随缘啊，我们不随缘的话，所以都是因缘所生的。这个因缘所生的呢，所以随缘，所以也没性。无性随缘，你本来没性你可以随缘，这是理忘事。理对事来说，因为理没有性它可以随缘，事呢它是随缘而生的，它也没有性，这是由事来看理。理看事是随缘，事看理也是随缘，因为理看事它是无性，所以它可以随缘。那么事情之所以成为事，它是因为理的各种的因缘合合而成，所以它是随缘，所以它也无性。所以理事相望的话，两个都无性，两个都随缘，所以两个全都无碍。所以这就说到理事无碍观。底下呢我们来讲
如来藏，如来藏者就是是就佛性而言的。这个理如是如的如如，理如此，是也如此。你有电，所有的电器全都可以发动，冷也好，热也好，动也好，静也好，一切的东西，就佛性而言，这个是理如是如的如如，它摄尽一切众生，所有的一切众生，我们都在这个理如是如中间，所以我们叫如来藏众生。我们哪里来的？我们这众生，我们不是石头跑出来的，也不是魔鬼把我们生出来的，也不是上帝把我们造出来的，我们都是从如来藏生出来。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啊，我们这一个变成众生了，我们虽然变成众生了，但是我们还是如来藏生出来的众生。假设你这个你这个佛性要是被烦恼所隐蔽了，所障碍了，这叫众生如来藏，你还是众生，你还是有如来藏，但是你是变成众生了。如来藏众生呢，我们就叫做涅槃。所以菩萨是叫觉有情，哎，有情是众生，哎，有情就是众生，无情不会生司徒啊。我们要是无情啊，我们不会生在这个娑婆世界来。菩萨到这来度化我们，也都是有情啊，不过他是觉悟的有情而已，我们是迷惑的有情。所以了解这个了以后啊，所以如来藏的众生就叫做涅槃。我们可以成就一切的净法，众生藏如此如来呢，就叫做生死。于是我们变成众生了，于是我们就轮回六道，生生死死，永远完不了。这样的话呢，就成一切染法，一切染法净法皆如一如来藏而成。所以在佛法里头说，不二法门，没有两个。佛跟魔一转身，佛跟众生一回念，所以这样子的话，所以生死跟涅槃皆依如来藏而有。所以说如来藏是不二法门，我们千万不要想着在真正我们的本性之外还有一个魔，还有一个恶鬼，还有一个邪魔外道在控制我们。没有，控制我们的是我们这个如来藏本身。你是愿意做众生如来藏，你还是愿意做如来藏众生，完全在我们一念之别。佛帮不了我们的忙，菩萨也帮不了忙，我们做多少功德也帮不了我们的忙，帮忙的是只在心念一念之转，转这一念好像很容易，但是因为习气的缘故，因为第八世这个种子藏的太多太多的缘故，要把这个种子的贪嗔痴慢疑嫉妒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去，今天去一点，明天去一点，而且去的时候不能说我去了一点然后你再加上。所以过去的恶已经做了，不要再让它再继续，未来的恶让它不生。那么过去的善已经善了，那么还让它善继续做。这样的话呢，是我们自己少烦恼，我们也不给人家烦恼。当我们也不给人家烦恼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没烦恼的时候，烦恼少了自然就清净。我们所以不清净，所以染污。什么东西染污我们？就是贪嗔痴慢疑嫉妒邪见，就是这些东西染污我们。所以染污我们的不是别人，害我们的不是别人，都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自己负责任。所以学佛麻烦的就是没有人可以祈求，没有人可以帮忙，所以才说学佛乃大丈夫事，这非得有大气派
大丈夫，大志愿，大能力，大勇。所以在佛教里头，那一个大宝殿叫大雄宝殿。我们佛不都是讲究弱吗？讲究和吗？怎么会有个大雄宝殿？因为你必须有大勇气，你才敢学佛。我们假设就是要靠别人的话，不是真正的佛弟子。所以了解这个的话，曰理忘事，则有成有坏。你从理来看事的话，有成有坏，有吉有离。我们任何一件东西，这一个电器插进去了，它动了，有成。这个电器也坏了，它就坏了。那么有吉有离，你把它插进去它就有吉，你把它拔下来它就不动。所以这是理来看事的话，有成有坏，有吉有离。你要是来试看理的话呢，有隐有现。那么它，你把它插进去，哎，它就动了，它就冷了，它就热了，哎，挺不错的，这就显了。你把它拔下来，灯也不亮了，冷气也不冷了，它又有眼，有一有意。那么你插到这一个电的插销里头，你不管是什么气，它都可以发生作用，但是它也有意，冷的插进去冷，热的插进去热。如此你就知道逆顺吉离全都是自在的。能够看到这样的话，能够看到逆顺自在，又没有障，又没有爱，能够把事情这么看的话，我们深深的去想它，明明白白的去观察它，这个就是理事圆融无碍观。所以我们拿法界为体，缘起为用，这就叫法界缘起。所以法界缘起跟其他的阿那亚缘起什么这个一切其他的缘起不同，为什么？因为它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整个的法界无所不骗，无所不包，无所不入。那么所以一切都是它，这就是法界一大缘起。这也就是什么呢？真空，所以它生出妙有，因为它能够生出妙有，所以它才能真空啊。所以这样的话，真空不爱妙有，真正妙有了也不爱真空，于是有跟空就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互相不妨碍嘛。他既然不妨碍的话，所以空就是不空，然后不空的空是离开无边的空，这一个空是不空的空，这个不空的空呢，它是离开了无边的空，于是呢它契合中道。你当你说我这个空就是空，当你说这是空的话，你不合中道，你这个空你就永远不可能起妙有了。所以它是离开空边的空，这叫做真空，你是契合中道。妙有呢并不妨碍空，于是呢所以有就是没有，就是不有。那么非有之有乃离有边的有，你这一个不是有边的有，不是有的有，所以你这个有呢是真正离开有边的那个有。你这样的话又契合中药，所以你这个中道是怎么着呢？是你空而不是守住空的那个在空边的那空，你这个有不是说决定只有唯有的有，这两个东西空有都不离开中道，所以都契合中道呢。所以真空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妙有呢是有而非有，非有而有，这些东西呢如此才能够成为理事圆融无碍。大家有跟空都闹的转的一塌糊涂，是吧？这些东西呢说实在呢
我是尽我的能力把它行诸文字，诸位将来有一天你们参华严，参到悟了大道，于是你们就会哦，原来空而不空，不空而空，有而非有，非有而有，原来杜顺和尚没有骗我。现在我们这今天的进步很长，我不跟诸位说废话，所以很快啊。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关，周遍含容观，也就是世事无碍观。我们都知道，大家还记得司法界吧？买司法界，黄美玉，对，现在我们事法界不讲，因为事情太多了，所以讲完理法界就是真空观，讲完理事法界就是理事无碍观，现在事事法界就是周遍含容观，所以大家都有这个讲义了啊。周遍含容观就是事事无碍观，所有的法都没有性，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的身体四大假合，我这个人是五蕴组成，四大原无我，五蕴本来空。换句话说，就是我这个人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性，这个身体没一个属于我的性，我时刻刻时时刻刻在变，时时刻刻在那变老，时时刻刻在那儿思想也在变，各方面都在那变。于是呢，随缘而现实相，缘来了，事相就显出来了。所以这个事呢，是随着缘起的，因缘凑合。好比说我多吃一点这个容易长肥的，我明天就多胖一磅，那么我饿了一天，我明天又瘦一磅，那么这个肥的一磅是我呢，还是瘦的一磅是我呢？所以说都无自信，全都没有，没有自信。为什么？因为随缘而变，所以没有自信呢，所以二而不二。所以理只有一个，事好像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说理是一，事是二。但是呢，要知道理也无性，事也无性的话，所以虽然是二，并不是二。所以说理如就是事如。无性为性就是理，理是什么东西？是以无性为它的性。理是一个，事是两个，所以但是理只有一个，事有很多个，二是代表很多，所以虽然说他们两个性都是无性，他们是不二的，但是事实是两样东西。能够二而不二是事如理，这个二而不二是一个 comma， 这个二而不二呢是事如理，它是二，但是它不二。为什么呢？电器，所有的电器都由电来的，这是事来就理来说。好比说所有的电器都由于电，所以它虽然有各种不同的电器，但是它不二，可是呢是二，可是不二。但是不二而二呢是理容事，不二又变成二，是怎么呢？是用理来容事，因为每一个电器都不相同。拿理来容事呢，于是事事无碍。我只有这一个电，你这一个电插销的话，你任何电器插进去它都发生作用，所以冷的冷气也好，热的电炉也好，谁都不爱谁，都在这个插销中间，没有关系。那么以理容事呢，因为理是真空的，这个理是真空的，所以无法不收，无法不摄。这一个电插销啊，你给他什么他都收，你给他什么他都动，
它都发生效力，你只要说是电器它都有啊，所以无法不收，无法不收，因为它真空，所以它没有障碍。这一个是真空的话，一个真空的东西一点障碍没有，你搁它什么东西它就是什么东西。因为它无碍，所以它能够骗收一切法，因为它没有障碍，所以它能够一切法都可以骗收。它不但骗收一切法，它也能够骗摄一切法，它同时骗在一切法，所以我们说它叫周遍含容。这个周遍含容观是指理容事，于是它周遍一切，它也含容一切。我们就理来看事的话，理如是的话，为事法积虚啊，相无不尽。我们就说你来看理来看事的话，这个事情完全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因为因缘和合而生的话，所以都是假的，都是空的，你找不着一个哪一个是真动的，所以相无不尽，真的它永远存在在那儿。那么它呢，体无不现，这一个体什么时候现，没有一个时候的不现。有了电，只要你有电器，它立刻就现出来。事无别事，这个事情啊，没有别的事情，全理为事，全理就是事。你只要有电，所有的电器，只要有电，所有的电器都发动。所以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的时候，所以菩萨看事啊，就是看观理，观理，观什么理啊？当体色即是空，当体色即是空。为什么？因为他观理，他就当体即空。世上的凡夫像我们怎么样，我们一听空我们就执着一个空，我们一听看见有我们就执着一个有，我们说我有这个，我没有这个了，有这个得到了，没有这个失掉了，我们整天就在争得争实，就是在这里面争。所以呢，菩萨观空，只要一看空，菩萨知道这一个真空，因为它真空，所以它可以生出妙有，就知道它是有。所以破了初参，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位禅师在修二十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个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不是我们凡夫听到空就执着一个空，山河粉碎，大地空，平尘，哦，都没有了。说有就只有，哦，现在都有嘛，有山有水，不是的。所以真正你破了重关以后，这是菩萨了。菩萨他虽然已经看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他再修二十年，他看到空他就知道是有，见到有就知道是空。所以菩萨看事，他就在那看理，这个很简单呐、啊。我们一看到电灯亮了啊，我们知道有电，现在很简单嘛。假设我们看着世间的万象，看到这一些万象都是幻象，我们说这一些万象，男的女的，丑的美买的，老的少的，在菩萨的眼睛中全是一个，都是幻象，没有分别，没有憎爱，所以他也没有取舍。所以真正菩萨看事，他就在观理。我们呢必须要把理想通了，我们才说哎呀，人生如梦啊，一切都是幻象啊，实实在在我们这说的都什么呀，都是在意识作用，不是正量。所以虽然事是假的，理是真的，但是要记得呀，相是假的，就是无相啊，
那么无相就是实相啊。那么所以你可以不坏假相，你就可以达到实空性空。我们都说嘛，实相无相无不相，是不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些万象都是假的，但是相假就是无相，无相就是实相啊。所以你不必坏了这个假象，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等到我们全都死了，全都烂了，全都没有了，我们说哦，原来我身体是假的，不必也。就是看你这一个现在的身体，不必把它坏，不必让我们又流脓流血烂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说哦，原来都是空的，用不着。当时看就看到就是空的。所以不必坏假象，就可以达到性空。理呢是性空，事呢是随缘，理是一相，这就叫做无相。实相是无相的，事是一切相，是一切相呢从哪里来的？是理上生出来的。所以实相无不相，这就是所谓金刚经说的实相无相无不相。实相无相谈的是理，无不相是谈理上缘起所生的一切幻象。性是空的，所以没有性，所以它才能随缘呢。它假设不空的话，它怎么能随缘呢？因为缘起它没有性，因缘起来的嘛，所以没有一件事情说有它自己有自性的，所以到最后归还到什么呢？归还到性空。假设没有性空的话呀，不能够成为缘起。假设要把缘起坏了的话，性空也就坏掉了。它不能缘起的话，性空也就坏掉了。所以电这个插销里头，它不能够有电的话，等于这个电也坏了。很简单，它不能生出缘起来的话，它就根本它本性就不能够成为性空了，就把性空也坏了。所以这一个法，我们现在谈的法界的法，它也不坏也不杂。它不坏呢是存其事相，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就是法华经，所以称为圆顿教最要紧的这两句话。因为它不坏，所以它可以存它的事相，因为它的不杂，所以它的理性纯一，只有一样。能够这样的话，所以事跟事相虽然两个，但是它对于性的不二一点都没有分别。所以一尘的事相跟理性的没有两个，没有分别。既然一尘的事相虽然它有千差万别，但是它跟理性只有一个，完全相同。如此尘尘事相，一切事相都是一样的，也是这样。所以一切即一，是故呢，你以理来融事，拿理来融这个，把这个事情融合的话，一尘它含容一尘，一切尘也含容一尘，而这个一尘呢也含容一切尘，一切尘呢又含容一切尘，所以一如一，一切也如一。